ACI 2018年申请大学经典讲座，为您孩子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与录取方向。人工智慧来了，您孩子毕业后还剩下多少竞争力？如何成功经营课外活动并做背景提升？如何写出有力度自传？ ACI 经典教育讲座4月15日下午2点在西来大学中英文演讲。 ACI 正能量教育，创造孩子更美好的未来。